探员在现场搜集证据，包括用证物袋捡走涉案的曲棍球棍。地下有血迹，还有一个染了血的口罩漏了在马路旁边。现场是皇后大道中和波甸乍街交界。在星期日的凌晨两点几，至少三个非华裔的男人揸车驶到去上址之后落车，期间被十几个非华裔的男子持棍袭击之后离去，伤者报警。冲锋队的警员接报到场，在附近兜截，发现两个男人正是打烂事主的私家车车窗，于是就制服了两人，以涉嫌刑事毁坏和伤人罪拘捕两个分别23岁和28岁的印度裔凶徒。三个挨打的男人里面，其中一个头部受伤，清醒送院治理。